Hello， 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想给大家推荐几款，就是我平时因为比较收集爱好，就是去收这些帽子，然后给大家就是推荐最近入的几款，就是个人比较喜欢的帽子。OK， 那我们开始吧。等一下，我的音乐重新开始。OK， 让我们从这首《高危》开始。这个呢是贝雷帽，是绿色的，会比较百搭。然后就会简单，就是什么衣服都可以，都可以驾驭得了的这款帽子。然后因为帽子有很多种，我就不换，就是换衣服去针对这个帽子，只是戴起来那个型给大家看看。这个的话比较日系的一个风格。好像我大部分都是贝雷帽，然后这个也是贝雷帽。这个的话，它是有这么一个条纹的，然后可能会看起来就是稍微的就是比较高调，不会那么的假调吧。这个怎么用啊？这个的话，头发有点油，不要介意。就是这样一个。这款是针织的，这个我觉得不挑人吧，冬天的时候就戴就觉得哇好暖，这还蛮厚的。看得见吗？这个就可以了，冬天去穿衣服就随意的凹造型，然后可以。